程潜是著名演员程之之子，遗传基因使得程潜与其父亲很相像，尤其是一双招风耳更是程之的翻版。1963年出生的程潜是中国第一代娱乐节目主持人，和倪萍一起主持了1994年的央视春晚，还主持过超过100期的央视名牌栏目正大综艺。当年的程潜人气极高，堪称央视一哥。由于程潜太过强势，和他搭档过的主持人都曾闹过不和，因此也有媒体把他评为艺德差、戏德差、为人道德差的三差演员。1997年8月19日，程潜离开央视后跳槽到北京卫视主持娱乐节目《欢乐总动员》，因此有人评论说程潜是被央视开除而非主动离职。但是跳槽到地方台的程潜可谓如鱼得水，主持演戏两不误。当年的《欢乐总动员》真的很火，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，但程潜太过自我和张扬，得罪了节目组，却被迫下课了。程潜曾经有过两段恋情，第一任妻子是名重庆姑娘，名叫王月，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不到三年。第二段恋情就是与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。1996年央视春晚 3D 合办，程潜是上海分会场的主持人，而董卿在这届春晚上被安排到剧务的工作。程潜与董卿恰好相识并相恋，董卿非常崇拜程潜，对程潜感情很深，一直希望恋情能有好结果。2002年到北京发展后，他就与程潜同居了，恋情维持了五六年。2007年夏天两人分手了。如今程潜已经54岁，尽管经历了两段恋情，但依然未见沧桑。